银城益阳，自江奔涌而过。绵延的江水催生了现代工业与商业文明，也交融汇聚起湖南各地美食风味。益阳沅江，早春的风催促着新生的芦笋拔节生长。返乡的乌灵园每年都会跟随父亲一起采摘当季芦笋。因为芦笋的话，它属于洞庭虫草，它刚好我们沅江也在洞庭湖这边，所以小时候吃鱼吃的最多。鱼的话配在春天配什么东西最好吃？那肯定是配芦笋，这个就是代表着家乡的味道。芦笋沅江三宝之一，芦笋通常生长在滩涂湿地，弱碱性湖水富含矿物质，沉积的泥沙是天然的有机质，独特的自然环境造就了沅江芦笋与众不同的品质。鲜笋的采摘期极短，一年中往往只有那么十几天，这是独属于沅江地区春天的风味。百年前，小龙虾被作为饵料引进中国，在一湖四水的湖湘大地繁衍开来，湖田稻虾成为沅江特色养殖模式。小龙虾每年三月左右繁殖，数量激增，正是收获的最佳时期。我说你这么大了，你没必要养小龙虾了。我爸爸说了一句，如果这些小龙虾不赚钱，你那么喜欢吃小龙虾，就全部拿回来给你吃。新鲜采摘的芦笋剥去外皮，只保留肥硕厚实的根茎，这是芦笋最为鲜嫩的部分。热水杀青，去掉草腥和苦味。杀青后的芦笋可搭配多种食材进行烹饪，滋味也变化万千。河鱼宰杀，改刀，热油煎至两面金黄，清水炖煮。芦笋的加入使鱼肉风味得以延展，鲜嫩间些许清甜。好鲜啊，好好喝啊。芦笋脆爽，鱼肉滑嫩。相较于芦笋制作的温婉，小龙虾的烹饪则大开大合，变化多端。湖南人吃小龙虾风格迥异，流派众多，麻辣、清蒸、油爆、红烧。而大多数的制作都是从一锅热油开始，高温释放龙虾水分，虾肉得以迅速定型，热油剥离开虾壳更易入味。
辣椒、豆瓣酱，调制复合香味，鲜辣铺底，鲜香为主。小龙虾，你爱吃。这个是来爸爸，这是你做的小龙虾。好，谢谢。嗯，好吃，好好吃啊！是有一点要等啊。肉松不了呀，做那么卡熟啊。没味呀。返乡的这几年，我开始跟着爸爸妈妈去体验农村生活，我才感觉到，我看着很简单一些东西，它是经过时间和精力才出现在我们面前的。所以我们为什么会怀念小时候的这道菜？其实我们怀念的不是这个味道，我们只是怀念的是小时候的一种家乡情怀，只怀念的是小时候，那是爸爸妈妈给你最大的爱。日子匆忙，也总有相宜的节奏。时令瞬息，每一口都是春日的风味。益阳市区楚所饭店，爽朗的花鼓戏开锣已久。仿古木屋，铁锅大灶，陶罐古坛，俨然微缩的老家宅院景象。地道本土美食融合特色文化符号，往来食客边看边吃边听，惬意悠闲。老板，羊肉我买的。粉底呢？来，挂着胆子。繁荣执掌后厨，负责采买食材。这个东西呢，我就是凭自己的第一眼光，颜色鲜艳的话，就是刚刚出来的，那肯定就比较新鲜。乌鲤，当地叫它柴鱼，这是资江水域常见的鱼类。乌鲤鱼刺很少，鱼肉斜刀切片，薄如蝉翼，形似蝴蝶。当地人给它取了极富美感的名字，蝴蝶飘过河。鱼骨爆炒，高汤炖煮，以鱼汤汆烫鱼片，轻薄的鱼肉极易烫熟，且能更好地吸收汤汁，口感爽滑细腻。独特的烹饪技法不仅最大限度地保留了鱼肉的鲜美，还利用鱼的不同部位烹调出不同的口感和味道，成为当地代表性美食。益阳兰溪自明清时期就有冬季吃牛肉的传统，兰溪人处理牛杂不同部位有不同的烹饪方式，而最钟爱的还是一锅烩。焯水的牛杂大火爆炒，高压锅20分钟煮熟，回到炒锅里大火收汁。牛杂的美味来自不同部位的共同作用。或许这也正是兰溪人喜欢一锅烩的原因，各自保留原有的本味，又彼此
融合解大。然后呢，我们这个制作呢，就接近呢当地的这些人家的土菜嘛，它就本来就是简简单的，也没有什么太多的花里胡哨啊，基本上呢，还是以本味为主了。到嘴里面就是好润，好鲜。这个菜很细腻，很鲜，很嫩。因为它没有鱼刺，它的鱼刺都是处理过了已经。我觉得吃起来就相对来说，对于老人家呀，对于小孩子都是很友好的一道菜。以当地的食材烹饪当地的美食，让每个归乡的游子都能吃出家的味道。这是对记忆的延展，对家的守望。人们在餐桌上感知四季变化，无论乡野小菜还是山珍湖鲜，同时也在食物中传递爱与温情，无论人在家乡还是漂泊在外。